嚟咗啦，过嚟帮我眼啦。我想问下你咧，11月16日得唔得闲啊？11月16日唔得喎，约咗晚嘅就要 park 咗喎。呢件啊，点啊，咁够彩虹啊？着咁彩虹做咩先？都要去 Pride 咯，咁作为香港同志游行2019嘅彩虹大使，梗系要同今年嘅 Jazz Cook 一样执翻身彩啦，点啫？咁个彩虹啫 ？OK 啊，咁就呢件噶啦。彩虹大使有咩要做噶？首要就梗系要宣传香港同志游行，叫多啲人一齐嚟啦。仲要喺未来嘅一年履行彩虹大使嘅责任，宣扬平权是公义，咪留咗同志。我都想去睇下喎，預埋我啊！梗係得啦，香港同志遊行絕對歡迎所有同志同埋任何支持 LGBT 嘅朋友參與噶。同一片天空下面，大家都可以愛在當下，活在當下，做翻自己。同志遊行2019，平權是公義，咪漏咗同志。衣著主題，執翻身材。11月16日下午2:00，維園見。